这个时辰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小兰花，尊上，他在哪儿？ 谁让你来的？回去。我还没问完呢。你要问什么？我想问问你父尊当年为何要那样对你。这事轮不到你问。这个很简单的，我教你。下次你见到他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板着一个脸，你要笑。来，你笑一个给我看看。 能不能笑得再自然一些？你看。 这种弧度就很好看了嘛。嗯，这样够吗？不够。嗯，你们是亲兄弟，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得再亲热一些才行。怎么亲热？我想想。 哦，有了，下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你就抱抱他。怎么抱？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子抱抱他，或者你拍拍他的肩膀也可以。哎呀，你下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你会这样做的吧？不会。为什么？肉麻。